大家好，我叫玉菊。今天呢，我会给大家做中国十二生肖的馒头。做馒头其实很简单的，特别的是我采用新鲜的蔬菜代替了食用色素，用这些基本颜色，可以混合成各种各样的颜色。 馒头是中国人的日常主食之一，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开始重视主食的养生保健功效和营养的强化。绿色食品馒头多以天然原材料小麦面粉作为主要原料。十二生肖，又叫属相，是 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，包括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，历代留下了大量描绘生肖形象 和象征意义的诗歌、春联、绘画、书画和民间工艺作品。谢谢大家收看。